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d， 没有错，我们终于来到了 Minecraft 故事模式的第三章啦，中望之地。那在上一个章节呢，玩到哪里啊？第二章玩到哪里啊？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好像是 Ivor 把我们给缓速了，是不是？好像是吧？啊，应该是吧？那如果说忘记了，没有关系。我们回去复习一下上一个章节究竟是玩到哪里了，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准备开始第三个章节吧 ，Go！ 哦，没有错，我们还记得这个是凋零风暴啊，就是凋零风暴。Said that within every loss, 每一次损失，每一次挑战，什么东西？这个章节不知道会不会比较有趣哦，因为我记得上一个章节非常的是不是玩起来还真的是啊，过了应该有一个月了吧，对啊，有这个月不知道第三章会不会丰富许多。当亲爱的朋友离世，不要走啊坏人，你是个胡子怪，你会找到新的英雄。 When we're given griefWe find a way to give it back, and when our band of unlikely adventurers are tasked with saving the world from the coming storm, 世界的任务，它有些字幕还是出不来哦，真的没办法。Stop it, 帝王狂澜。But finding the last and most elusive, 这根本就是在考大家的那个中文造诣。Legendary Formidabomb, 我们要去找岩石之印的最后一位成员。Would prove their most perilous mission yet.惊险任务，哦呦，干什么？ For some would rather our hero's story end here. 啊！哦，没错，我记得了，上一个章节就是这样。我们被缓速了，八格野鹿，这个胡子怪，长了一点衰小样。One closes, another is bound to open.关上一扇，就会有另一扇窗为你而开。这就是顽皮的上帝。No! 不要走！我们要你的签名，回来战斗，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你别想这样溜掉啊！我没按到，我忘记暂停了，没关系。啊！不要压我！啊！不要压我！啊！呜、哦！一块猪肉摔在地板上，啪！谁来说句话？大家还好吗 ？I felt all of that. That was one heck of a landing, Axel. He mostly used his face. 他用脸着陆的，没关系啊。We need to find Soren. Soren.、Yeah.要找到 Soren。I still can't figure out how Ivor made the door close. 哎，啊，对他被那个他得凋零病了，是不是？你看起来不太好，你看起来不太好。Because I look great. 他黑眼圈好重哦，虽然说他是黑人，可是我很明显看到他黑眼圈超重的。因为就像瑞德平常在剪影片，三更半夜不睡觉，隔天早上就这个脸，那个隔天早上就得凋零病。哦不，感觉更严重了。虽然说我看不太出来， But it's getting worse. 这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我们必须告诉其他人，你会没事的。Lot of pain. 等一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你会，我们要告诉其他人，我们要不要告诉其他人呢、啊？唉，不行，我觉得要保密，你会没事的。It's really.赶快去睡觉啦！我知道剪影片很辛苦的，会过去的。Sorry, I'm going in. 犹豫不决。But listen to me, Jesse. When the time comes, I'll share it with those that. 他是时候的时候会告诉想要知道的人。I hope you can be discreet. 好像要变僵尸一样。Hey guys. No, 不。你有个主意？什么主意 ？OK. 你说吧。你最好不要烂主意哦。Well, all right. 这个很烂呢，这是来乱的，是不是？
真的是有这样的队友，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We have no idea where they are. 他们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需要他们，别那么绝望，别那么绝望嘛，对不对？人生是充满希望的。关上一扇门，还有一扇窗，哎，打火机，打火石。It's not. Oh,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pull out. 哦，拿错了。哦，就是我们的护身符啊。The colors are fading. They are moving away from us. 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不会吧？他们离开了吗？干什么？你干什么？哎，这是我的，你干嘛？等等等等，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哎，干什么？ What's your problem? 你干嘛拿啊？干嘛抢啊？哎，看屁哦！ You can see it without touching. 你不要摸啊！你那， It's working fine. 你摸个屁，走开！亮了。哎， Soren， 他在这附近吗？ Indeed it is. 他精神都来了。他在附近吗？亮了哎、欸！他在哪里啊？跟随白光，哪里啊？哇，在哪里？看一下会不会亮，这边吗？这边就不会亮，这么不明显哇，看得出来。嘿 ，A few moments later， 你们可以不要。你们现在是在拍 MV 是不是？你们都全部定格在这边，帮个忙嘛！哎呦，这边哦。This is the spot. 在这里。It has to be. Maybe. 然后嘞，就是原地发光，就这样而已啊。Get ready to dig, people. 准备开饭。Who knows how far down that goes? We might end up digging until we hit bedrock. 谁有更好的主意？好吧，就在这等。等一下，谁会有更好的主意吗？好不好？那我们就在这等，干等。我们必须得怎样？那谁有更好的主意啊？要挖洞哦。卢卡斯，你的意见最多，快点啊！哦呦，哇，哇，好猛哦！酷哎，直接用锤了，来动地垛！现在你用敲的敲什么时候啊？还好有加速。我枪啊！我没有工具，只好用手敲啊！嘿嘿，啊，其他人都不帮忙是怎样啊？全部都是要靠我自己耶！真的是哦，这队友真的是不可靠耶。It's a hole. It's a hole. Does that mean we're cool? 靠 ！I'll find out. 不要问一些奇怪的话好不好？真的是哦，受不了。I guess that makes sense.跳下去，丢掉护身符，跳下去吧。嘿，哦呦，你后面好多蝙蝠，好恶心哦！这恐怖游戏哦，不要这样啊 ！It's dark, but other than that, we're okay. 没事没事哦，小心哦，不要摔死哦，很高哦。I've got to work up the nerve. 后面好多蝙蝠哦。嗨，等一下，你听到了吗？听到什么？我只听到一堆蝙蝠在叫啊！ If you're joking around right now, something's not right. 有点不太对，干嘛？哇！吓我一跳啊！干嘛啊？发生什么事？臭蝙蝠，走开！蝙蝠走开 ！Get away! Get away from me! 走开！臭蝙蝠，吓死我了！搞什么鬼啊 ？It's safe now. 哦，没事没事，就只是蝙蝠而已啊。我还有什么东西耶、欸？哦，这个卢卡斯很像很厉害哦。哎呦，压死了！哦呦，哎、欸，哦，你还好吗 ？Everyone okay? Just slipped. 滑了一下屁呀、啊，这么明显，你当大家都是白痴哦 ？I believe the scientific word for it is 大便。It's. 哈哈哈哈哈！啊哈 ，humor。幽默，你这时间还你这个还有时间开玩笑 ？Jesse， yeah， 我现在是新的 leader， 所以他们全部都要跟着我走。呵呵，想跟我抢我手上的护身符，你假赛 ！Stay close, boy， 小心一点哦。我们后面跟着一个僵尸，好可怕哦。我们慢慢走，一步两步，一步两步。有东西吗？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哦，这里是，哇，好酷哦！一个酷哎，迷宫哎，这个让我觉得好恶心哦！我最讨厌迷宫了，喝个屁啊！这样就被你吓，这样就被吓到了吗？我们得出去。What？要跳下去吗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我也知道啊，你要干嘛 ？We just got here。You don't understand。什么东西 ？This is a grinder。哦，哦 ，Oh my god！ 陷阱呢 ？They're meant to kill monsters。Trouble is they can't tell the。这不是好事啊！他会把我们往下推吧 ？People， this can't be good。But there should be a loot room down there, right? 屁啦！这时间你还在管什么的 ？Just saying, not all bad. 这个机关哎，他们往下推啊，来了哦，该走了哦。哦 ，Creeper， 快走哦 ！Creepers， 完了，要跳了！你干嘛？要开打吗？不会吧？哎，他们会爆炸哎！回去，破！后退！我叫你后退。后退！啊！后退！我去后退！小心啊，小心啊！他还能打，他还能打！哇！我去！哦！哦呦！直接帮我开个洞，感谢你啊！谢谢你帮我开个洞！呜！想说我真想说逃不出去了。我们可以往下跳了吗？他在那边。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啊！我的木箱子 ！I'm in the what the fuck? Oh shit! 那么快我哪按得到？哦，我的护身符！啊！那么快我哪按得到？反应那么快哦！啊！我的护身符 ！Yes. 惨了！ Wait, 你要下去拿 ？Are you gonna jump? 没错。You're going to jump, aren't you? 你要下去是吗？我很害怕，跳下去很容易。Please tell me you're not going to jump. 我也很害怕啊，但是不要吵嘛。I'm scared too. 对啊，我很害怕，可是非拿不可啊。哦呦，哎呦，开始了，耶！终于，哇，你跑那么快啊！哦，好猛哦！你到底是不是生病啊？ This one is mine. 那是我的，谁都不会来跟我抢。嘿，呼吸。哦呦。酷酷的哦呦，洞窟蜘蛛，他现在完全不怕了，反正自己都快挂了嘛，对不对？当一个快挂的人抱着一个绝必死的决心，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又要帮忙，你干嘛？你来乱的哦，好戏，耶、yeah!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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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呦，蹲。呵呵，我们超有默契的。刚才还被我救，现在那边那么嚣张。哦呦，哦 ，Jesse， 要我帮忙？你们都没有武器是不是 ？Watch out！ 啊！下。如果我没有按下会怎么样啊？被爆头吗 ？Hey bonehead， I'm talking to you。来啊！哦呦！哦，一个都比一个还要猛哦！一，克啊！结果他们身上都没有武器，就只有我有武器是怎样？你们可不可以自备一把剑？木剑也可以，好不好？踢他，踢他！哎呀！哎呀！哦吼！耶！好多、哦，恶心。恶心的蜘蛛啊！砍他头，砍他头！要帮他吗？可以不要帮吗 ？Hold on！ 快点往上！哦，快走！哦呦，吓死我了！现在是考验自己的临场反应呢。Ruben， wait up！ 对啊，考验自己的反应是怎样？冲啊！哦呦！他是挑战苦力爬的大哥大，哦，你后面啊，砍他砍他砍他，要出油，按下，哇，加 Q， 错，下去，
耶、我在想，如果片头什么都不按，会不会一开始就GG？左边。啊！干什么？干什么 ？Jesse, incoming！ 干嘛？哇！爆炸了！呜！有必要这么危险吗，大哥？吓死我了！卢卡斯狂被压。我的护身符，你不要跟我抢哦！小心把你头砍下来哦！哎，哦，你们小心一点啊！我们要直接跳下去吗？哦，不要 ，no， 护身符，差一点，差一点，保存护身符，保存护身符，帮朋友，帮，先帮他们好了，反正护身符应该不会掉。哎，你去拿！哦，我选错了。算了，我还是帮朋友比较重要啦，管他的。我至少还有我的小猪，去死！还给我！后面哪里？哦，哎呦，差点没按到哦，危险哦！哦不，我被冲下去了！啊！小心啊！喂，克下！猛猛的，哦呦，哦，我们的主角还蛮聪明的嘛，今天推苦力法去死，哎呦，臭蜘蛛，水中蜘蛛，哦，我发现这个章节真的是一开始就这样给我一个下马威，很可怕啊，被吸走了，哦不，哦不，完了，被吸走了，一个一个都被吸走了，吸去哪里啊？Oh my god！ 哦，哦呦，这里是哪里啊？哎呦，哎，我们都掉同一个地方吗？铁矿哎，这里这个好酷哦，这里这充满了机关呢。哦，我们的护身符不在这边呢，怎么办？我没有护身符，我就觉得很不安心。Oh my god！ 结果大家还是掉到同一个地方，我还以为大家会被拆散呢，结果没有。呵呵，说可能在附近。大家有看？大家还好吗？我觉得说应该在附近吧。Soren should be close. It's like we're searching for a unicorn. 找独角兽。Soren is not a horse. 说我们不是一匹马。What? What?来了，我们还有一个队员，差点忘记他了。他可能比较大，所以 他可能滚得比较久。怎么压都是他，没他，哦呦，没他，怎么压都不会死，对不对 ？I knew you'd come for us. I just knew it. Reuben had his doubts. 对啊，我没有，喂，我有救你们哦。If there ever comes a time when I can pay you back for that, 看到你没事，我很高兴。你不欠我，我主要在找 Reuben。看到你没事，我很高兴。你们没事，我都很高兴。OK， 是不是 ？Both of you， 你们两个都没事。Thanks, Jesse。耶，这就是要帮助好朋友的态度。即使护身符很昂贵、很重要，但是朋友更重要。懂了吗 ？Hold on。干嘛 ？This problem Luke gets sorted, right?你不要看到这个就这么嗨，好不好 ？See that? See that? Turn around. 我干嘛？推屁哦！讨厌人家推我了。想说我刚才还救你。Do not forget the mission above all else, even your friends. 任务很重要。朋友很重要，就像刚刚瑞德所说的，朋友很重要。You'd be lost. My friends are important to me. And I don't want that. But in situations like these.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感情用事很危险。可是没办法啊，如果说你有朋友的话，会有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他干英雄有几个年头了。为了成功，通常来说，朋友都会背叛你的。英雄都是毒蛇，我没想过当英雄啊。对啊。你干什么？上面有送你的东西吗？谢谢你抓住这个，还给我，这是我的。Keep it safe.Don't go getting any ideas, Lucas. Give that to me. Remember? Hang on a minute. He's close. Because of all, Soren's close by.
看看 weapon， 他不拿就好了吧。This way， this way， 关你第十五还是哪里、啊？你吵屁哦！你看看，就是你。Sounds like the crime. 压掉啊，就是你。With wood？ 怪物掉下来了，完了，快走！快走啊，白痴啊！干什么东西啊？他卡在那边呢，气死我了！哦呦，哦不，我的伙伴 ！Oh no！ 哦呦，好险，他射错了！快走啊！行不行啊？可恶的家伙！哦呦，去死！快走！不要来闹啊 ！Q！ 他救他了！哦呦！小心啊！哦呦！丑八怪！完了完了！你不要被咬到哦！你不要被咬到哦！砍他！砍他！哎呀！撤！哈哈哈！快走啊！讨厌奔跑跟怪物，减肥啊！吵什么？哦，落地！喂，我们要去找那个吗？中介龙吗？可中介龙不是被他们打死了吗 ？Gabriel，Gabriel， 你还好吗 ？Gabriel， 哦呦，下，一，哦，这个章节真的是非常的考验自己的反应呢。我的老天爷啊！上来，站稳啊！怪物越掉越多，我们赶快走了呀！快走啊 ！Here we go！ 哦呦，还好，还好他近视眼射不到。哦，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中介龙的吧？可是 Enderman 应该就特别多。果然，看屁哦，还去了 Enderman， 吓死我了！哇哇，还给我护身符 ！Oh, great, just keeps getting better. Where's Axel?He was right behind me. 那时候不见了。哦呦！耶！我的护身符终于还给我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看看，这就是朋友会帮助你的。Oh jeez！ 干嘛？他不敢乱看。Oh man！ 哎呀呀！你受伤了吗 ？Are you hurt？ What？ No， I'm not crying. Just 他不能看 Enderman 了，旁边有 Enderman， 小心哦，不要乱看哦。Hello, hello, Enderman， 不要看我，不好意思。哦哟 ，So 啊，不要看我。What do we call that？ 不要不要。A herd of Enderman？ A flock？ 别看他们就好了。一大团，一大根，阴魂不散。别看他们就好了。Whatever you want, as long as we don't look at them, we'll be fine. Yeah, yeah。只要不要看他们就好了，没有错。Might wanna hold off on the grammar lessons until. 我们得暂停讨论去讨论语法问题。接下来要去，哎呦，他又没电了吗？这个电力不足啊！Great, man. So we're trapped. And now we're lost. 之前被困现在要迷路。So we go from a death machine that almost drowns us, and we land here. 等一下，你是不是？什么可没来？我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少我们还活着。他到底是要怎样啊？他这个现在是干嘛？吃错药一直跟我唱反调是不是 ？In the end, which is the right name for it, since now 至少我们还活着，好不好 ？We don't even know where we're going. At least we're alive and well. 对啊。Yeah, yeah. 至少我们还活着 ，OK? We just have to keep on trucking till we get to Soren. Face it, Jesse.We might never find this guy. There he is. 哎呦，他还在吗？对不对？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要下一步要去的地方。少啰嗦啊，卢卡斯，你就乖乖闭嘴，当你的队友就好了，在那边闹。We've gotta go. Everyone, behind me. Behind me. I'll handle the intimate. 你什么毛病啊？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这个 ？I'll protect you. 这不是好主意。That's not a good idea.Jesse's right. Jesse's right. Actually, you know what? I'll just go. 好啊。Give me a chance. 哈？跟着卢卡斯走，我来带路。我来带路，跟着卢卡斯走，我来带路，我来带路。Follow me. But I. 我跟你讲，
啊？我是要帮助你们，你们去，快走，还是不要废话好了。快走，走这边，走这边。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我什么都没看到，不好意思，不关我的事哦。拿东西挖台。If you keep this up, you can open for me at my next speaking engagement. She keeps this up, and you'll be opening for her. That'll be the day. All that matters is we made it. 没错，我们还是成功了。所以说，对。闭嘴！从这边就可以回去那个现实世界，应该说回去地表。Let's go. 啊，所有人到底是去哪里啊？他是在那边定居是不是？哪里不住啊？住这里？虽然说他们打败中介龙，但是也没有必要这样吧？对啊，莫名其妙。然后重点是我还蛮好奇卢卡斯到底是怎么回事。I love something as much as 对啊，从第三章开始他就是要跟我唱反调，之前还不会，之前都还想说他都还是乖乖听话，对啊。那第三章开始他就好像吃错药一样。Just slow down for a moment. 你怎么了？你还好吗？要我背你吗？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 ？Need a hand？ 你该不会要变身了吧？不要变僵尸哎、欸！天哪 ！I'm fine。他越来越惨了。I apologize. That's all I needed. We can keep moving. 哎、欸，你不要硬撑哎、欸！干什么？我觉得卢卡斯应该有注意到，就是我们队上已经有人要变僵尸。There's a ladder. 还有个梯子，好高哦！天哪，我已经把这辈子可以爬的楼梯全部爬完了。天哪 ！Jesse, I believe this honor belongs to you. 这份荣耀归我，没错。来吧，我先去送死。有人说，有人常会说，就是当领头羊都有坏处啊，因为通常都会死第一个。但是没办法，为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伙伴嘛，当个领头羊，我也不希望自己的队友死翘翘啊，是不是？哦，这里，哇哦，哇哦，这里是一个人造的空间呢。Please don't say more stairs. 我看不到送人，太漂亮了。我觉得太漂亮了。It's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seen. 哇、欸，这里，哇，人造的耶。So bright. 人造地表，所以送人都没有回去吗？他都是住在这个地方吗？可是这是羊毛呢，这不是真的树哎。哦呦，你给我压死人了！我就栽。粉碎性骨折，这都是羊毛哎、欸。The ground is almost squishy. What in the? 对啊，每个都是羊毛做的。The grass, it's all wool. Cool. You're telling me that we've been resting all our hopes on this guy, and the whole time he's been building some totally artificial happy land. 你是怎样？Well. 也许他想家了，这非常惊人。他可能有点。跑什么？跑路还是什么东西？也许他想家了嘛。Could it be that he just missed home? If you miss home, you go and visit. You don't build an exact replica. We came here for nothing. 我们来这边一无所获。What are we even supposed to do now? 等一下，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是来找索尔，你还好吗？对啊，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你还好吗？ Hey, 你还好吗 ？Lucas。感觉很像他那个来、欸，那么激动。Just look around, Jesse. If the greatest builder of all time has spent years working on this, what are the chances he's gonna have that bomb? 之前你都不会这样，你到底是吃了什么炸药啊 ？Is he gonna be okay? 这家伙是怎样？这家伙也是被咬了，是不是 ？Upset. Perhaps he's allergic to wool. 他对羊毛过敏，我不知道。对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帮他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唱反调。我一直尽可能在帮助大家，但是他却给我，对啊，给我这样的反应。跟他说的话。Gabriel， 你还好吗？你的身体状况？你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要进到这个？所有是怎么从这里出去的？我必须走了。你感觉怎么样？ You doing okay？ 先关心他的身体吧。Besides the fact that I'm dying slowly， 除了慢慢死去之外。My circumstances growing more dire with every passing second.
好了，不要那么激动。Yeah. 我看你这个样子真的非常的危险，你要不要好好休息一下？他为什么要见到这个？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宋人总是很奇怪，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像 Thorin 这样的人啊，就是在大家在求学阶段的时候，你的班级通常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同学在里面，对啊，就是神神秘秘的，然后喜欢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大家对他不是那么了解，对。I guess I'm gonna keep looking around. OK， 感谢你，希望你好好休息。你是我的伙伴，你必须要加油，好不好？Ruben， 你还好吗 ？Ruben， 你喜欢粉红色羊毛哦。Hey Ruben， 你还好吗？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I know I'm supposed to be looking for something, Ruben. 你觉得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Ruben？ What's that boy？ You see something over there？ 哦，我刚才有注意到这个像是灯的东西耶。You doing okay, buddy？ 他给我一个微笑，好可爱哦。Give five, High five, Ruben. Yeah, 啪，好可爱哟、哦！来握手。Well, I'm going to keep looking. 握手。